不能吃。我这个都可以吃。那为什么它可以吃？你知道吗？小不可以吃哦，因为我们都会把口香糖吞下去。可佑安也很小，可是他也敢吃口香糖。那他要吐出来哦，吐出来要记得丢垃圾桶，不可以乱丢哦，好不好？那记得哦，你们不可以吃哦。如果爸爸妈妈问你要不要吃，你要说我还太小，不能吃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。这是什么？嗯，布丁。谁吃过？我好都吃过哦，好很甜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觉得甜的举手。那甜的吃多了会怎么样？会蛀牙。会蛀牙。蛀牙好吗？蛀牙不好哦，你会痛哦，要拔牙齿，拔光。所以甜的啊，像糖果啊，不可以常吃哦，好不好？吃完要做什么动作？刷牙。吃完谁会刷牙？都会刷牙哦，要做到哦。啊，这边那个是什么？牛奶。牛奶。早上有谁喝牛奶？哇，那么健康。谁还要喝牛奶？